爱收集小物的朋友们。七到十一听到你们的心声了。这次七到十一一口气推出各式各样的疗愈小物。不管你是爱小巧冰的忠实粉丝，还是 Hello Kitty 收藏控，今天通通一次介绍给你们听的。加入 Foodie 吃货频道，反手食指向右指，点一下变中文版反手食指向右指。底里是贝斯玩偶水果糖 Hello Kitty， 大家一定对这个品牌一点也不陌生，有出过各式各样卡图图样的水果糖果盒，这次推出全新 Hello Kitty 四款造型。除了有经典的 Hello Kitty 红色蝴蝶结造型之外，还有别出心裁的游牧民族风，其中还有萌趣版的半装羊驼造型，每款售价69元。Kitty 控们快来收集！小小冰小汽车系列 Tomica 和金小车共有6种款式。2020最夯的角色小小冰，可作为小朋友玩具，也可当作大人办公桌上的小玩物 Tilda。小小冰小汽车系列即日起开始贩售，每款售价195元。喜欢小小冰的朋友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家。角落朋友迷你后背包零钱包超可爱，角落朋友又来收服大小朋友的心咯。这次化为迷你后背包超萌登场， PG 美人网推出由日本授权台湾限定的角落朋友迷你后背包零钱包，一系列共5款，于7 LEVEN 抢先首卖。小巧外形方便携带，贴心附上扣环可挂置于大包，内部可放置零钱、钥匙或随身小物，陪你度过每个时刻 Tilda。